就是你很着急。对的，德定呢，这是他的转移上的细节，包括之前他蹦蹦的一波六人，真的是让我感觉到他的这个近战意识啊越来越好了。又是 SMG 这波能不能扛住呢？毕竟他最开始在这个圈的中心点设备是非常不错的，可是这天霸是插了一脚啊，直接在后面劝倒了 SMG 两人。那现在对 SMG， 哎呦，小张一趴趴到了脚上，看到了这一双脚啊，直接是被熏的打倒了。画师也没办法，直接你发现天霸也是闻着味儿过来。这个此时此刻，哎呀，再一个反打，哎呦，老干爹这一处打的七里飘香，就是很猛。因为你看到现在不让天霸贴近，而这边林毅就在找这个突破口，是先行放倒林毅啊。领域这是从另一个角度过来的，这其实跟刚才 NV 腾讯视频很像，两个人分别到两个不同的方位，让你老干爹没有办法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在一侧。天霸劝人，人劝天霸，那现在天霸也是负面受敌，一点响补不狙狙，苏皮换枪大盘击，猫猫高点反相劝，最后赢的老干爹是躲在一个小石头这边，十五子阳没有办法。是，包括苏皮这边，哇，完美输出。哎呀，这一波看到 AG 的冲锋是无比的壮烈，确实在一个过于平广没有掩体的土地上，他们可能烟雾也已经散尽，是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进到白圈一地了。而且这个圈型啊，白圈是又一次给到了老干爹一侧，那么没办法，这边是为团队做贡献了。那正面的话 TMG 还是个满编。那这一边猫猫这一个点位的倒地啊，老干爹可以看到，因为刚才主要面对 AG， 其实没有对北部有一个很好的铺开。 TMG 这一手躲防区其实躲的是相当精髓，因为 TMG 已经提前把烟铺好了。正面的话两边相互都在正常的、哦、哎呦、哦、手雷，刚才看这个投掷物曲线都很准啊，双方这是一个高手过招，招招双方都致命。但是离一版本之子标一个标两个，这边还有暗箱一个人，这瞬间啊 ，TMG 刚才还是四个小伙子齐齐站立，这是老干爹两人架你爱笑一人了。至少你现在爱笑你自己是没办法去救队友的。爱笑看一下他的位置，有着最后一点点小草丛，他是在隔着一个马路，而且是一个平地，这真的如果在没有烟雾的情况下，没有什么操作空间。是的。哎呦，也是已经锁定了离一成 C， 最后一扫，那最终这局让我们恭喜老干爹。打手是一波绕后吗？这是完全不想给任何的机会，还在阶段二前期的淘汰 RGG 被 Beautiful 所反打。那这边打头压力是给过来了， YZZ 再倒一个嘛， SMG 在防区内的韧性很足啊，偷脚把房门打烂，透过房门击倒打手，最后 Sunflower U 又在抠脚的一波施压之下，那这一波 SMG